大家好，现在这个季节是拿野菜的季节，野菜都长出来了，我现在要去找一点。这种野菜是长在沼泽地里面的，我现在到里面去找一下。这里还有个小瀑布，再去看一下。这个地方环境还蛮好的，但是可以到这里来烤一下烧烤。这里发现了有一片，有人来拿过了，但是还有好多，这么好顺利。这里太多了，够一个人吃半个月的。实在太多了，我这背篓太小了，装不下了，我应该开那个耕田机来。好了，回家了。